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四个坚持，一是坚持守望相助，我们要深化战略互信，在涉及主权、独立、民族尊严、长远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。 始终给予彼此明确、有力支持，携手建设一个守望相助、团结互信的共同体。二是坚持共同发展，我们要继续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方面走在前列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，充分释放。 经贸、产能、能源、交通等传统合作潜力，打造金融、农业、减贫、绿色低碳、医疗卫生、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，携手建立一个合作共赢、相互成就的共同体。 三是坚持普遍安全。我们要共同践行全球安全倡议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地区国家内政，策动颜色革命，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，着力破解地区安全困境。 携手建设一个远离冲突、永睦和平的共同体。四是坚持世代友好。我们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，更续传统友谊，密切人员往来，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。 深化文明互鉴，增进相互理解，筑牢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世代友好的基石，携手建设一个相知相亲、同心同德的共同体。